Hello， 大家好。昨天手套股就大跌，我们就来看看一下空军到底有什么大的动作。BURSA今天早上公布了昨天16号的 Next Short Position， 可以看到其实 Topglov 跟 Supermx 呢是稍微增加的。Harta 跟 Kossan 呢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。也就是说空军呢没有趁机会去炸它，少少罢了。我个人认为的很多呢可能是散户自己就担心了就卖出去，并不是空军去刻意去炸它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